吴大师比比。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，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在笑？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哈，真的吗？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有点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桃山隧道的意思。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他们黑不不熟。哎，好，蛮快速罢了，谢谢啊。
再去偷拍一张。是吗？啊，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的影片，然后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吧？写我？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啊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的影片，然后说，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？两边夹子是另外的事情。我写教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嘛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，旁边没有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、啊，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的，是不是？你们的影片我有在录影呢、啊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这事情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这样我们做的是干嘛？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信息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一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你一个试试看哈。玩笑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棒。